嗨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窝叔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今天呀，我要来玩我的哆啦 A 梦玩具喽。打开开关，然后呀，再装上小球球。哦，不好了，我的小球球怎么都不见了呀？星星，你快帮我找一找。没问题，现在我就去找一找。哇，我发现了一个滑滑梯。小球球就在滑滑梯上面耶，可是这个滑滑梯太高了，我够不到。我要让乔治来帮我拿。好啦，打开开关。太好了，乔治发现小球球了，现在就把小球球拿下来吧。小吴叔叔还给你。哇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小球球了，我要把小球球装进去。现在我就要开始玩了，瞄准，准备发射。啊，没有进，什么情况呀？再来一次。太好了，终于进了。好了，星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小朋友们，下次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